5颗星呢。你站起来，对，你站起来，站起来。OK 是吧？我现在要拿脚踩在你的胯骨上，我把它托起来，然后你要把你的腿旋弓起来。哎，这种东西我都没见过，这种运动项目。把腿后面要伸直，后腿伸直。你看这老师很稳，对吧？哦，没事。你右脚还挺高。你知道我不会水，然后我呛的我痛的不行了。我明白明白，害怕水，我特脚。鼻子里也是水，然后喉咙里也是水，肚子也是水，就觉得很害怕，我找不到上面的空气，然后完全浸泡在水里，喝了好多口水，怎么样感觉？疼？你要不回来休息休息一下，你缓一会儿就好了。这个是心理上的恐惧，心理上造成的一种本能的身体的害怕。没事，没事吗？能过来。其实我是觉得我迈开了那一步吧，就是我在这个运动中找到了那么一点快乐，自己很想就做好，不断的想要去尝试，是需要两个人一起配合。再做一次，这个挺需要克服勇气的。对，可以。上！加油加油 ！You can do it！ 来，耶 ！OK， 胳膊一定要伸直啊。OK， 加油，踩了。OK 吗？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加油！他们两个人都得保持平衡，对对对，都有配合，对对对，哇，哦，你看，是不是更像一个特工啊？是，哎呦，身体伸直，身体伸直，腿太高了，腿向下，腿太高了，对对对，好好好，真的特别好，是吧？哇，哎呀，我那天表现还可以啊。